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鸡腿，今天也要来分享《吞吞龙大冒险》的游戏资讯。那这次非常高兴可以收到《吞吞龙大冒险》的官方邀请，让我来抢先体验一下春节活动。重点，官方居然同意可以让我制作影片，分享给大家这些最新的情报。然后各位已经可以开始期待内容了，因为这次的新春活动真的有料。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吧。首先，我们活动的主题叫做赤龙银穗，可以看出来是配合龙年构想出来的名字。那这次的活动总共会分成五个部分，第一个是天天好彩，也就是最基本的签到活动。但我敢跟各位保证，奖励的部分你们一定会傻眼，因为签到的第一天就会送史诗级宝物龙泉剑。那各位想的没有错，这个宝物就是最新的 UR 春节火龙熬宴的其中一样启动道具，而且就连另一个启动宝物能量葫芦也是登录游戏之后就可以在信箱中取得。那边就可以看得出来，官方是真的希望各位能早点拿到新的能量，实在是有够佛心。没想到这次居然又是直接送两个启动宝物。不然一般来说，这种关键道具通常都是放在签到的最后一天或者是中间才对。第二，其他奖励也是真的非常不错，光是神卷导石的部分就有13颗，可以直接来一次10连抽，加快熬夜的获取速度。然后龙晶方面虽然只有564而已，但其他活动的部分还有送，所以爆竹的用途我们等等会介绍到。接着第二个活动，踏雪寻春，就是战斗闯关模式。它的玩法分成六个阶段，在解完一层之后才开启新的难度。进来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初始 buff 来提升战斗能力，然后想要解锁更多 buff 就需要达成下面所说的通关要求。当选好 buff 之后，系统会让我们挑选两只农粮上场战斗。那这边的话就有机会可以体验到熬夜还有其他的 UR 龙，因为这个关卡会全面开放，所以就可以来体验看看。然后选好之后，系统会随机给你一个补给资源来方便战斗。接下来就是正式开始了。在这个模式中，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走的路线。各位在这边要注意的是，每个关卡都会给不同的奖励，这边当然是选择自己需要的最好。但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点选关卡，在这边会提示关卡的类型，像这关就拥有大量弹幕，就很适合吞食类型的龙焰系列。所以各位如果打不赢的话，也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挑选适合的关卡。整体来说算是还蛮好玩的，因为这些过程中扣除掉战斗，我们还会遇到五种不同类型的房间。至于这些房间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就留给大家自己去体验吧。接着第三个活动，新春拼图瓜分一亿龙金，这个我想应该是最多玩家们想知道的部分。这个活动我们进来之后会看到这边有个拼图，然后我们完成其中一排就会拿到额外奖励。那奖励的部分目前设定是爆竹，这个等等才会派上用场。那我们要获取拼图的管道，第一个就是完成任务还有成就，然后成就这边还可以拿到一大堆爆竹。但我们每次拿到的拼图部分都是随机的，对运气差的玩家们有可能根本就凑不满。这时候瓜分的重点就来了，我们可以找朋友们互相帮忙，看彼此缺少什么就交换一下，或者是有多就直接送也是 OK 的。然后就算没有朋友也没关系，官方自己本身有开设 DC 群组跟 LINE 社群，但那边一定找得到人帮忙。 OK， 接着我们完成之后，只要达成累积次数就会拿到新年福袋，奖励的部分就是大家画面中看到的这些随机获取一样。这时候大家一定会想说，啊，这样累积起来怎么可能会有一亿的总量？没错，所以关键就在于这个我的红包。当我们完成拼图之后就可以拿到开启资格，保底最少就是588龙金，所以上限在哪我就不确定了。接着第四个活动，年兽大作战，这边就是要用来消耗刚刚拿到的爆竹啦。我们可以使用爆竹来吓退年兽，然后成功吓走就会获得上面这些道具，而且每次投石时我们都会随机拿到其中一样。那想必大家最在乎的一定就是这个红包对吧？那普通红包里面会包着100点龙金，但重点这是可以分享的哦。目前是限定骑士团频道，所以只要加入一个热络的团就有机会拿到更多的龙金红包，确实有那种过年该有的氛围。最后第五个活动是合成神龙，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益智游戏。我们只要让相同颜色的龙珠碰撞在一起，就会进化成更大颗的龙珠，实际玩起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只要龙珠的高度超过这条线时，
就会结算分数。重点关卡有设定排行榜，但目前没有看到直接奖励，只有任务成就这边可以拿到拼图而已。当然目前还只是体验阶段而已，实际还是要等正式开放后才是准确的。另外除了画面中这五个活动以外，官方好像还有预计在准备一到两个挑战活动。最后总结一下，我对这次的新春活动体验算是相当满意，以目前的奖励来说已经非常不错，而且游戏性的话也 OK， 但毕竟目前只是体验而已。不过我相信奖励方面就算要调整，应该也只会往好的方向去走。另外讲一下体验服的熬夜，我自己测试下来只能说真的很强，而且特效超级帅。等到正式开放后，我会尽早帮大家分析抽取建议。那以上就是这次为吞吞龙大冒险带来的游戏资讯抢先看，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大家还有想要了解其他资讯的介绍，都可以留言给我。最后如果各位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小铃铛。我鸡腿，我们下次见。要和我一起赏遍天下美景吗？烈焰逐日，气宇吞天。